由澳门科技大学牵头，与香港理工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、香港运输物流学会、澳门运输物流学会1月8日联合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与供应链创新联盟。通过发挥3D 在物流供应方面产学研的优势力量，通过强强结合，然后把这个整合资源，大家来共同探新探索，在这个新的这个形势下面，怎么样去突破一些现有的制度的障碍，怎么样做一些的创新，真正能够推动在湾区3个地区的这些物流和供应链的管理。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与供应链创新联盟首批成员单位目前有超过20间高校商学院系与科研机构、专业协会和物流与供应链相关企业加盟，希望通过联盟的成立，汇聚粤港澳科研院校的学术资源和企业的行业优势，助力大湾区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。